baby， 咋的了？大姨妈来了。恰巧跟男生有个约会，不方便出门。用它来读美唇之迷妈巾，看这里，超贴心的粘贴口设计，不仅如此，它连里面这里都是一整条的蜜蜂，所以放口袋里、放包包里都不怕会弄脏、进脏东西。你看它黏肉感细致的触感表层，保护你最娇嫩的肌肤，减少与肌肤粘贴的不适感。尽管开开心心去跟男生约会，蝶形翅膀设计怎么动都安心，男生愿意去运动你也只管答应。超薄一片，紧身裤、包身裙随便选，再贴身都不怕有痕迹。而且这里面透气底膜，再加上里面全都是高级的吸水颗粒，不仅吸收量很惊人，还不会反射，包里没有异味，安上的感觉让你更专心约会。不是，那个，你试了吗？还没完。好，通过美国食品医药卫生 FDA 验证，它含有芦荟、龙蟒，也就是冰片、薄荷、鱼腥草、纯植物去异味含抑菌。你说它分美卫生巾有那么好，那是有多贵啊？开玩笑，我推荐的宝贝当然是大众精品，品质不用说，价格更不用说，用一次我就种草了。走了，爱多美姨妈巾，妈妈再也不用担心我的妇科问题了。哎呦，被你讲的忘了正事儿，不是来月经了，是真的大姨妈来串门。What？ 不方便出门跟男生约会，尴尬。就这点事儿啊？你就说去我家住啊。就这么办。就这。